卖车真的可以很烦哎，要请假，要提防不良买主，还要带买主试车、讨价、还价，还要填很多的 paperwork。不过您也可以考虑把车捐给新唐人，抵税省心，又做了好事。一个电话马上办妥，6265328966，6265328966。